次记录 TC1775， 姓名取消，身份编号取消，虹膜识别完成，指纹识别完成。我们将在1分钟后开始实战训练考核。现在开始第一阶段模拟实战，若通过2场模拟实战，你将有资格参加下一场任务。同步进攻测试开始，祝你好运。确认模拟实战开始，切换至作战辅助模式，正在进行初次移动校准，请点击基地地块拖动箭头。移动校准完成，请前往指定区域进行测试。当目标点为敌军地块时，移动指令将变成进攻指令。In position. Enemy at range. Fire.全体进攻指令。Ready for deployment. 测试通过，进入分队进攻测试。确认区域清空。分队进攻测试通过，进入第一阶段最终测试。Just point us toward the enemy. Find cover. Retreat. Get us out of here. This is the best you can do. 这是最后一个目标，请下达总攻指令。目标摧毁，第一阶段模拟实战结束。指挥官，趁着休息时，我是为您配备的便携，我将负责向您传达自由之手，一切有关 AI 的事项是自。不过请放心，我只会出现在您的个人设备中。下半场考核开始了。实战训练第二阶段现在开始，此次要测试的是你的基地运营能力。建造测试开始，祝你好运。请先消灭基地附近的敌人，清出空地。Understood.
In position. We need reinforcements! How did that sweep me? We're taking fire! Falling in! Fall in! Don't you miss out! Look out! Enemy counterattack!确认歼灭敌军，现在开始建造测试。首先，我们需要一个电厂来恢复电力的供应。电厂建造完成，能源供应正常。此外，我们还需要民居维持经济。最后，一座军工厂必不可少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哪儿来的爆炸？成功突入演习场，一起按计划行事，拿下他们的守护光塔。全体注意，遭到白熊阵线袭击，立刻反击。这不是演习，重复，这不是演习。已确认更换至实弹，正在连接至友军频道。不够了，第28空降兵团已就位，空中火力正在路上。该死，他们建了堡垒。这里是第28空降兵团，我们遭到敌方火力压制，呼叫空中火力。这里是剪刀飞行中队，我们需要明确的攻击目标。看到那个杵地上的铁乌龟了吗？打爆他！确认目标，我将在你确认进攻指令后提供火力支援。I'm here, coming. Eagle down. Carry on the fight without me.
已确认驱逐敌方。结合此前的战斗，你会在不久后接到第一个任务。现在将战场打扫干净，你就可以休息了。程序错误，追溯异常。指挥官，你必须立警告，意识正在前，警告，检测到未知冥丝。指挥官，你还好吗？你的意识刚刚，而现在我们正处在冥丝构成，应该也是来自于这个冥丝，但影像中出现的导弹型号与数据库中任何一种都不匹。我正在尝试，现在的当务，据推测，只要追溯至一定的进程就能离开。当前不能确定，这个场景有可能会崩溃，你的意识会从中脱离，然后一直下，准确来说即是宏观时间上经过100年。当然可以，正在录入记忆数据，预计。